当严浩翔拿到耙子，我们是农民的儿子，走去做饭了，做饭了，继续做吧，继续做吧，最后放，最后放吧，这样才多啊。哎，大哥，这么好，你好。然后呢？一点用都没有。小火煮肉。这样好像会好一点。怎么会这样了？这是猪肉片，跟其他的不一样。颜色有点淡，清汤寡水，水多了。有别动了，吃了就是干，就是进医院的。现在干嘛？本来说应该是先做的，但是就先把肉做了。豆芽要不要放？全部肉放进去吧，直接放进去一点。你干吗，同学？你要试试不？其实香味已经出来了。我觉得为什么不红啊？这边的猪肉片是红汤的。是不是你该搞点豆瓣酱？是不是放少了？再来一勺。番茄锅里，番茄肉可以多来一点。哎，这样就没有味道了。你好聪明。哎，小郭，一点都不强。我感觉水有点少，好粘稠。就少收汁啊。这还是得弄点水。就少收汁啊。我们一会儿把我眼角给勒开了。这个应该会大，放点那个什么鸡精，再放点味精，再放点味精，然后差大功老师可以出锅了。不好意思，但是我现在有人要吃黑蒜吗？我吃老鼠料理。多了多了多了，你要咸死。要不要加点糖？可以，你想加也可以加，一起炒吧，没事。这么点盐吗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什么？试一个菜吧，试一个菜吧。那你加个药我吃。我也带两口。那我吃。要熟了吗？又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。呛贼了。Yes。吃点糖。吃了。不要，出来之后你还要撒胡椒粉啊这些的。没事，还是老干妈剩的。觉得差不多了，吓死我了。就大。